那在屏幕上大家看到林丹第一轮轮空，第二轮上了香港的吴蔚，然后我想他的准备应该也是非常的充分。好球，林丹也是这个。困难越大机会越大嘛，对，这次索尼也是这种情况，看看结果怎么样。打球，好球，起来把球防住，防住！哇，这个落点杀得很好。啊！我没放网，有下压的机会，但是平高球拉对角，好球，6-17，往前争夺了很。22-20战胜了印尼的索尼。
再难的问题。